来了，兄弟们啊！今天坐渔船登岛的时候，捕捉了三条蓝鱼条，咱们该捕捕，该放放。这三蓝条蓝鱼条已经到了产卵的季节，咱把它给放了啊！咱家兄弟觉得咱做的对的话，给个双击，扣个一；喜欢户外赶海的，给个关注，看我12:30左右直播喽。来了，兄弟们，别出声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，抓住了，抓住，抓住了啊、哦！我的妈了，摇龙摆尾呀！有的老铁一见就习惯性的给咱一个小红心，因为他知道双击别人作品容易增加自己账号的活跃度，也能让你有实验室，更可以开通直播哟。喜欢户外赶海的，给个双击加个。来，兄弟们，这是赶海发现的那条鲨鱼，已经死去很久很久了啊、哦！咱拍了个作品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觉得它曾经是王者。咱应该给他应有的尊严，咱给他在海边挖个坑给他埋了。咱家兄弟觉得我做的对话，给个双击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有多少。咱们12点左右直来了，兄弟们，这就是发现那个搁浅好几天的鲨鱼，咱也没有那个能力给他放生，咱只有给他埋葬在海边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曾经的王者。咱家兄弟觉得我做的对的话，给个双击扣个一，传递正能量，从我做起，喜欢。来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教大家一下海藻的正确做法。首先你得有把剪刀剪这个头，为啥呢？把内脏取出来，然后只吃它的皮药，然后再摔一下，把这个水给摔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吃了啊、哦！连接 WiFi 的话给个双击，咱们一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来了海岛上，咱来个小力出击。我天哪，这啥鱼啊？松江鲈鱼，还是个怀孕的啊、哦！咱家老铁，如果希望咱放生的话，双击屏幕扣个一。如果此鱼能实现我一个愿望，我希望咱家老铁2018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2018发发一发发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此鱼名为龙尾鱼。进来的兄弟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富贵安康。有的老铁一见就习惯性的给咱一个双击，因为他知道双击别的作品容易增加自己账号的活跃度，也容易早日开通直播，也容易上热门。喜欢的给个关注，咱们3点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此鱼名为红娘子鱼。见到此鱼者，祝咱家兄弟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美满的婚姻。为啥呢？因为她是天上的媒婆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成了红娘子鱼。祝双击的老铁幸福美满一生，喜欢户外感慨的给个关注，咱们6点左右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鱼还是那条鱼，牵线搭桥的红娘子鱼。据说看到此视频者已经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我不知道拥有幸福美满家庭的已经给咱一个双击没有。如果你是单身贵族，那么好，请扣个一，咱们马上开始直播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昨晚下厨都发现这么奇怪的一幕，海出异象，肯定有贵人。我不知道进来贵人的你们能不能点亮你们的小红心，看我今天晚上精彩的户外直播赶海。如果贵人是你的话，请评论个一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这就是野生生蚝挑拣的过程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的给咱一个小红心，有的老铁你怎么样也不给，我就不给你，就不给你。你殊不知常给别人的作品增加上双击，能够增加自己账号活跃度，早日开通直播，有实验室，上热门。如果你喜欢吃生蚝的扣个一，不喜欢吃生蚝扣个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都说这种鱼会隐藏，会隐藏。你说你就溜俩眼睛，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吗？啊，咱家兄弟认识的扣一，不认识的扣二。有老铁进来就习惯性的给咱一个小红心，因为他知道双击别人的作品容易增加自己账号的活跃度哦。喜欢户外感慨的给个关注，看我直播更。